我是傻逼好了。I am the star. 你拉过把我给死了。我操，别送了你！妈的，别送了你！我也不看。白克回家帽子了呀，兄弟们！跟我感觉这种跟 T1 比后期有点小难。这是报应吗？十七级的白克，这么夸张吗？我靠，你会大字大意啊。这个他们中单就是不是他们中单不是韩国人，他一直点赞，他妈的队友死，好搞心态，是他是觉得对他演他呀，太幽默了。要出了中单都是韩国人，都是 T1 的，兄弟，这个 E-Maple 是 T1 的，这个是你之前也在 T1 待过，下路我不知道，下路口姐姐世界冠军。一会儿不看超博吗？先打把塔位呗。还没打完看到我呗，怎么说可以吗？哎哦，等一下排位，看排位，排位就排十分钟。那就在外看你。在路在外在路，不比你俩吧。亏屏吗？那个，他刚好在那里。谁用这顶？好狠！我都在干不过原神吗？
我看视频吧，我看完视频再写吧。妈，怎么永远是小胖飞机？所以我以前也觉得香菜还很那个，长大之后发现其实还好。现在我以前苦瓜也不吃，但现在都吃青菜，好吧？小包是羊子，孩子不说了吗？哎，我的，你画家，你画家，他们下周就变态好吧？把大补空了，兄弟，我真是个废物。你加入 RNG 了吗？是的呀。我他妈加入半个月的兄弟，都快半个月了，兄弟。怎么说，兄弟？傻逼，还真是，我说的没毛病，兄弟。不，这玩意儿是自动没毛病。有点，都是傻逼，好吧，我是傻逼。I am 傻逼。我操，别送了，你妈的，别送了你。我也不看。大家都是玩的，兄弟，玩起来。是吧？我看你没来了，我赶紧去放一放。这飞机还在燃烧。你装什么？我放狗，放你妈！对，你还是装的，放狗就行了。你装什么狗？可以，好，要不要看比赛吧？我也没错了啊，可以看接套播加油，看套播吃那个套播烧烤，哎，那个是什么烧烤啊？是套播烧烤吧？不是，我们通过这个用大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骗你，我肯定玩过啊，怎么可能两天没玩过？打不进去啊！我这边，我前段时间你打职业联盟什么反应？我说我们还比他比较高。好打呗。你这第二，努力呗，还能怎么反应？有机会肯定打的。你就说有哪个女朋友不支持你干啥的，就是干坏的。你刚坏的可能不支持吧，对吧？是这个理论吗？打职业粉丝也想看，对吧？有机会肯定闯一闯嘛，很难的，是这样子。我操，这 AP 疯狂给我技能，兄弟！怎么这么多破剑者太厉害了？我知道什么情况。
啊，这好好无语啊。好，版本是这样。有机会肯定会往南疆，然后这个都说没机会，而且主要是我南疆感觉就那样，他不在的话。啊，管了我，算了吧，还不稳定吧，不稳。快走。现在周末都在飞机打野，就是打野都在 AP 打野，是的呀。然后下路不是一泽月，就是那个战乱人，知道吧？就是搞人推线的，然后又不容易死的，就是知道吧？然后辅助是绿，就是那种硬辅，有没有发现没有软辅？